现代汽车宣布要实施新一代的购车保证计划，提供完整的线上购车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更快速、更透明化的选车购车方法。现代汽车在南加州 Fountain Valley 的总部正式宣布了新一代升级版的购车保证计划，这完全颠覆了汽车业界传统的购车流程和模式。现代购车的新计划保证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价格选择，近乎完整的线上交易流程，以及更多灵活性的试驾安排，更有为期3天的回购期，让顾客能够轻松地购买到现代汽车，并且减少购车的繁琐流程，节约时间。日前，北美现代汽车在总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具体介绍了这个购车保证计划。I accept the beautiful idea, and this is a kind of essence of Hyundai value. We try to give a real our customer comfortable and to solve the difficult process. Okay.And then I happy to sign for that. 基于现代人对于购车流程的需求和喜好，现代汽车保证计划由4种功能所组成。第一，更透明的定价讯息，经销商会在网站上公布市场价，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关于价格的细节。这消除了在经销商网站上没有明确提供优惠信息而给消费者造成的困扰。第二，灵活的试驾流程，这让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预定试驾的日期和时间，消费者可以透过当地经销商的网站、电话，或者是创新的现代驾驶 APP 预约试驾。第三，更加精简的购买方式，大部分的购车流程会转移到网络，以减少消费者在经销商所花的时间。这些流程包括了车辆以旧换新、申请融资、确定付款金额以及信用审批等等。第四，3天回购保证。购买全新的现代车款，消费者可以享受有3天的回购期，消除买家的懊悔情绪。这一次全新的购车保证计划会先在4个市场正式实施，这包括迈阿密、奥兰多、达拉斯以及休斯顿，之后在2018年初会拓展到全美国的经销商。中天频道采访报道。